高中生，可是唱歌他的嗓音呢，我觉得还蛮成熟的，就是你闭起眼睛听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只是一个高中生。对，那他呢也会非常多的乐器，对，然后接下来就听听看他唱歌吧。微微黄绮薇，好，那大家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好。其实原本要唱九点以后的，就是送给妈妈的，还有爸爸的生日，还有父亲节礼物。我不知道。九点以后。好好。这首歌是听到华奈老师唱的，好喜欢。那就让我这样。
身旁。这是最后一个晚上。